今天又来到玉山登山口，第三次来玉山，第一次是走什么？玉山前锋，跟塔塔加三山。第二次好像是上上个月五月，走了一个单攻玉山主峰。今天莫名其妙的抽到白云，看这个人，背一个二十八的就来交友了，怎么？差点还要带他的大熊来，超可怕！他现在在车上等我们。啊，等一下就走到白云之后，然后去西峰看看。再决定要不要去北峰看日落，没有的话就是明天早上再去。啊，玉山沿途都是这种石阶，好走的路。看一下风景，就是那个尖尖的应该是关山。走着走着，大概半个小时就走到梦露亭。这次爬玉山的感觉特别不一样，第一次来爬前锋的时候觉得就是爬山，第二次来爬玉山主峰的时候觉得谁说玉山很简单，有够累。第三次来白云山庄，两天一夜的玉北玉西，是什么感觉？对，就像过年到了，准备回娘家，充满着一种温馨的感觉。然后玉管处很贴心，路上还有厕所。对，有人都下去生态厕所上，然后说很臭，但是有厕所尽量上厕所啊，不要随地解放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天气超好的，走到这个前锋登山口，拿不到。现在快11点了，走了2个小时40分，到这个大峭壁。对，台湾以前在海底下，要爬上去吗？爬上去。好。下山再说。继续前往白云 ，Go Go。哇，中途发现这个很可爱的小老鼠。3个多小时，这一次重装比上次大概多了半小时，真的，觉得蛮累的。就到了目的地，白云，然后就去看看床位如何，云阵，再去找个西峰。往玉山西峰的路上。玉山主峰，上面乌云很多，
边还行，但是我的脚不太行。走到白云比走到东峰还要累，哇塞，一连串的下坡，怎么受得了呢？脚快废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是谁把我的脚偷走了？我把你脚偷走了。我怎么手软脚软的？走着走着，就到玉山西峰了。没有相信它的里程牌，也是有上有下。到百岳第38座。玉山西峰三神庙。里面还没有神的吧？记得好像被请走了。对啊，后面看看有没有风景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床位，我被迫跟别人一起睡的。这里有一个独立套房。超幸福的。前往北峰的路上，这名字马伯寿窟大水窟，两个细节都是玉山东峰的脚脚，好帅气的玉山跟玉山东峰啊，好远好远的玉山北峰啊，早上2:30从白云起登，走到这里已经5点了，哎，我累。气象站，超美的。
城北风大魔王，太可怕了吧！凌晨摸黑下来的时候，还没有什么感觉。现在要回去，太陡了吧！而且全部都是碎石。在上碎石坡之前，要先做什么事情？先给你一对翅膀。哦，回杆就像现炮。玉山北峰碎石坡，这家伙超近了，要曝晒。哇塞，哇塞，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。小伙伴已经走到这里来了。26，回到登山口了。白云走到这里，大概两个多小时，看这部车开走了。等下一班，结束旅行。